首映礼上，除了各位主创闪亮登场，更有黄渤、任泉、翁虹等众多明星前来捧场。这支明星亲友团稍后呢，还成为了影片的首批观众。那么这部被炒得热热闹闹的《十全九美》啊，是否真的精彩？有哪些精彩呢？我们这就去听一听大家的评说。昨晚电影《十全九美》主创和嘉宾还没亮相，影迷们就早已把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随后任泉、翁虹、魏晨等众多明星嘉宾组成的亲友团纷纷亮相，前来为影片《十全九美》首映捧场。而当影片主题曲《梨花香》的演唱者李宇春现身时，全场更是迎来了一阵小高潮。既然是来捧场，当然要夸字当头。在众多嘉宾中，要说嘴最甜的人，那就非黄渤莫属了。